这位兄台你好，请问这里是牛家庄吗？啊，没错，这里正是牛家庄啊。那我问一下，牛二的家怎么走啊？哦，你说牛二家呀？牛二家往那边走啊，看见那儿了吗？是那个红房子吗？对。啊，你好，站住！你是谁？看你像天地会的反贼，给我带走！我不是，我不是天地会，我不是天地会的人。你是偷火，走，走，走。你是不是天地会反贼？我不是。他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你跟他认识吗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？你认不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刚才他跟我你不认识他，你跟他在街上交头接耳。啊，是这样，他问我牛二家怎么走。牛二是谁？牛二是谁？一个朋友而已。好，不说。只要你承认你们是天地会的，我就给你10万两黄金，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啊。我们是天地会的，松绑。天地会的总舵在哪儿？这个我不知道。绑上，绑上，绑上。我不知道，给你。哎呀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听说最近抓来两个天地会的反贼，哎，是是是，都在这儿。问的怎么样？嘴咬得太紧了，撬不开呀。嗯。啊。你是不是天地会？我不是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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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。你们没把我杀了，就打我咋的了？我很了解你们。这样，如果你招出来你们是天地会的，我给你一大批银两，让你以后过得荣华富贵，怎么样？我们是，哈哈，驸马，大人，但是我不知道天地会总坛。绑上！啊！为啥打我？那我不知道，你打，你讲吧讲理。
哎呀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大人，嗯，这两个就是那个天地会的反贼呀。我听说了，皇上特意让我来看一看他们俩。哎，他们两个招没招啊？没有，嘴很硬。这么硬？哎，嗯，你们有没有违规严刑逼供啊？没有，那倒没有。为什么不逼供呢？看我，你说你打我干啥？你说你是不是天地会的反贼？我不是。但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不是。我问你，呸！哎呦啊，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，只要你承认你是天地会的反贼，我就给你大大的银票。嗯，怎么样？我是你姥姥。哎，啊，姥姥她说她是你。大人。看来他好像真的不是，这么老了不说啊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把他俩放了吧。啊！我啥都不知道，你们老问我干啥呀？不行，今天我们宁可错杀一个，啊！哎呀呀，大人，住手！是不是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。啊，我想杀你已经很久，没想到今天你自己送上门了，等着受死吧。受死吧。你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啥事儿没有？我那不是要打成这样。这位兄台，今天我实在是对不住了。想必你以后想活命的话已经很难了，要不加入我们天地会吧？不。为什么？我就想消消停停干活，我就是个老百姓，我不想加入你们，你走吧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我也不勉强你。那我先走一步了，好自为之。干活真不容易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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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老乡，请问这里是牛家庄吗？是。那牛二家在哪儿啊？啊，牛二家呀，你往那头走，你看着那儿了吗？嗯。啊，就是那边就。哈哈哈！我就是天地会的。你们干嘛？你这个狗官，我最恨你了，把他带回天地会总部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朝廷的命官啊！你们要敢过来，哎哎，你这个狗官，干嘛？你们，哎，带回去。你是不是跟他有勾结？我不是。我带走。我不是啊！皇上，您这次微服私访，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周围都安排了士兵，您放心的游玩吧。好，马将军。我天地会兄弟，曹堂主，青木堂曹堂主，泡泡堂啊，肥堂主啊，在下是小堂主啊。那个，今天我们受那个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之托，来刺杀满清狗皇帝乾隆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我准备好了，早就想杀他。哎，但是咱们也要有计策，
乾隆这个人身边高手众多，咱们不能贸然行事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咱们必须怎么保证万无一失啊？你说怎么保证啊？我哪知道啊，就得是最接近他的时候一刀噗干掉。我喜欢。喜欢吗？但是怎么接近他呢？不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好。给点钱，给点岁银子。来者何人啊？大方哥哥是舅妈。舅舅妈的。哎呦，谢爷，谢爷，谢爷，来来来，都是我的。拿着啊，没走没走，这不够，不够，一会儿干。哎，你不能进，这里不能进。可那里也有钱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就是叫花了。刚才不是给你们钱了吗？这不够，这点碎银子。再给他们300两。怎么着？不能再要，再要就穿帮了。你是乞丐，人家给你300两，你还要？不合理是吗？再说这样得罪了丐帮也不合适啊。是啊，不能买他丐帮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走走走，谢谢。这次任务失败，不过咱们必须抓紧时间。他在这个乾隆在这逗留的时间不长了，那我们。第二步应该怎么走呢？先生啊，咱们这样，咱们上演一出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最后把酒言欢，最后一击毙命，明白了吗？这怎么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最后把酒言欢，然后还一击毙命了呢？怎么个这个路见不平，首先有个不平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出手，我们拔刀相助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拔刀相助啊，大家这都认识了，那就把酒言欢呢。这一言欢喝起来，好记，第一刀就毙命。我喜欢，他不好记。那好记啊，你当不平，我们路见啊。好，好。明白吗？为什么是我？肥堂主，你擅长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呢？哎，啊，好，哦、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啊，行。这个捣乱之人呐、啊！对对对对，吓不着你！这是五湖四海皆兄弟、啊。哎，喝一杯吧，来，一起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可以。先跟我们三个喝。好、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行不行啊？好的。人送外号张海亮，海亮张就是我，就是我。我上酒来。哎，我们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五湖四海皆兄弟。放心，没问题。都说了嘛，海亮张，张海亮。将军，我先来，你先来。好、哎呀，张海亮，哥们儿，没问题。来，干！哎呀，我干不了。该我了。来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刀我放在你的后边。好好，那个我跟你喝完以后，我是不是就能跟他喝？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都说了，快点，请。怎么了？怎么？哎呀，要吐！吐啥呢？得行刺啊！不行不行。刀都难不稳呢，妈妈，让我难受，难受，我特难受，谢谢啊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吃多少腰子，不行，哎呦，特难受，特难受，这样这样，咱们改日再报仇，行不行？咱先回去，走吧走吧，哥几个啊，这次不下手。你再找机会就不行了啊！你啊，重开说就不行了。哎，那怎么办？咱们别想什么计策了，咱们就那个，这个真刀真枪跟他们明干就完了啊！我喜欢，早知道不完了吧？对，你呢？你就嘲讽他们啊，然后那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明白吗？又是我，因为你练金钟罩铁布衫呢啊，然后燃油跟我，咱们就那个，伺机这个就干，就行动啊，就干他。明白了吧？行，干他啊！走，好，走走。那不是不是，等，我有个事儿，我怎么嘲讽他们？不是吧？啊，就这样啊！反清复明，
哎，反清复明，大胆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这孩子脑子有问题，脑子不好，给这位少侠松绑，然后给三位少侠看座，松绑是，见机行事，见机行事，见机行事。三位少侠，知不知道我是何人呢？知道。何人呢？皇上，你是皇上。既然知道我是何人，我再问你，现在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你们为何要反清复明啊？夺回我们的银两和女人。哎。那我要是把银两和女人都给你们呢？那就不反了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那银两和女人本来就是我们的。对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。那我要是给你们许多许多的银两和女人呢？这靠谱，靠谱，靠谱啊！但是不行啊，咱们那个加入天地会的时候发过誓了，斩鸡头烧黄纸。哎，对，可以这样啊，咱们可以再发一个誓。以示掩饰，啊！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这一枪，行，来，行啊啊！那我问你啊，你君无戏言啊，你肯定是给咱们那个许多许多的银两和女人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我们发誓啊，我们之前发那个是不算了。好，我还要问你们一件事情，我听说你们天地会。左脚刺反复，右脚刺清明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是右脚刺反复，左脚刺清明，反清复明嘛。反正这个我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以示你们对我的忠心，我刺你们几个横幅，好不好？还是刺字啊？还是刺字啊？对啊。不行啊，那纹身一辈子事儿，不行。对。哎，现在都刺了，脚底板都刺了，还有这？行。马将军，哎，在，带咱们下去刺字。走。几位这边请。啊，嗯，刺刺疼不疼？还行。啥感觉？啊，小二，别叫。杀得好。疼吗？杀得好。我爱大兴，大兴好，不行啊，这也咋回天地会啊？这回去不就废了吗？舵主见咱们得拼了吗？回天地会你夹上啊！那你夹着，夹咋走路啊？走路你把反清复明还落到那儿？好，这么多人。心头招来西去的人海中，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，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，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，让长江之水天际流。时光的飞扬。
水天际流，让长江之水天际流。欢迎大家乘坐本次列车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北京站，请乘客们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祝大家一路顺风。去北京啊。我们老爷有点要求，你说啊，我们老爷爱干净，他不喜欢随地吐痰，所以你得给他个卫生准备好。那行。然后我们老爷爱吃零食啊，你路上你不能少了这些东西。哎，另外我们老爷爱听曲儿，还有这曲儿，曲儿绝对不能少。行了。另外我们老爷怕热，你得让他凉快着。好，行不行？好，行。那咱明天什么时候？明天上午十点呗。行。那定好了。定好了。定了，好嘞。第二天上午十点。坐坐坐，跟他说了吗？请坐金康，都说完了啊。行了，走吧，坐好了是吧？嗯，准备好了啊。那你坐好了啊。嗯。爹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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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在这儿。不，哎，行了，太冷了。饿死我了，别弄了，有吃的。哎，对，肉您包米了啊，叉开烤串，给我几个。串吗？串串，有，都给先烤去。啊，老爷热了。十分钟啊！来，往这边点啊！来，我准备走了，走着。行不行？我今天我不干了。哎妈，弟弟，我给你了。这你拿着哪呢？哎呀，哪呢？老爷，你放心，今天啊这儿呢。我今天我一定给你拉个地儿，好不好？老爷，走着。老爷，前面有啥？老爷现在到哪儿了？你告诉我一声啊。啊？什么玩意儿死了？景儿死了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如果说你要离开他，凌晨十点来告诉我，凌晨十点去告诉我。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你走一试试。像上次一样等半年，像上次等一年，是吗？一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把他的相片还给他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你身上没有用。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你得管她叫阿姨。什么天长地久，只是随便。说说你爱我哪一点，你也说不出口。你认识了帅哥，就把我丢一旁。天气热的夏天，心像寒冷冬夜。想买来就来就有冲，却按不上出去走。想买什么玩意儿？常有烟呢？未满十八岁，他说我未满十八岁，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？是不是我的十五岁？只要为爱情流泪。
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，是不是我的十五岁，注定要为爱掉眼泪，注定要变成三十岁，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，是不是我的十五岁，注定要为爱情流泪，注定变成三十岁。你是不是来砸场的？你好你好你好啊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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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是这样、啊、这个波哥是我朋友啊他家呢是生产这个狗粮啊，叫挂念你牌狗粮。哦，挂念你牌狗粮。我家是血豆腐啊，血豆腐叫惦记你牌血豆腐啊。惦记我知道我俩平常这个商业合作密切来往啊，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所以这个我想把这两个东西呢你融入一块，你给我做一个广告。没问题啊，你这两天前你就告诉我这事儿了。对我已经研究出来几套方案了。是吧是吧，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没有你想不到啊、没有你们想不到，只有我们做得到。哎，对了，就这个意思哈。是，咱这方案已经有了是吧？有了。那个兄弟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啊，开始。狗粮啊。狗粮，我的爱吃，你说狗能不爱吃吗？演得好，演得好，这遍演得好。前两天我给他拍，他演那遍不咋地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那我血豆腐呢？血豆腐有啊。你别，人过来闻吃，这不和狗有什么区别吗？人能闻见吗？就是人，我都爱吃，你说狗能不爱吃吗？这不糊弄事儿吗？你们这个。这血豆腐也没有啊？血豆腐有，血豆腐有。那个，兄弟们准备好没？好，第二个啊，准备开始。你看这个，不撇了。签字画押，好。多谢马总。签字画押，好。不是这跟血豆腐，你怎么哪来的？多谢马总，马庄慢点。自从有了惦记你血豆腐，签字画押再也不用咬破手指了。好不好玩？你觉得好玩吗？啊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我昨天晚上听可高兴。我觉得也还凑合。我要两者结合。结合？对。有啊。我要的是血豆腐跟这什么狗粮结合呀、啊。第一个、第二个不就俩人放一起，连续一放，这不就结合了吗？我要的是剧情巧妙的结合，国际化的效果，你不明白吗？啊，有，你这太低级了。这个有，有没有？有，马上，赶紧，马上，兄弟们，准备好没有？
啊，等会儿啊，这个我讲一下啊，这个最后咱们是呈现到这个电视效果了啊，就所以说现在呢，我得引导着你看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我引导着一下大家看啊，这个一会儿呢，我就站到这里啊，一会儿就是说呈现到电视上剪辑出来以后，它是有效果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说大家看我，大家就看我，然后我说大家看台上就会有一种特别就是说不一样的这个表现，到时候大家就要做出一种哇，然后做出这么一个表情，就是呈现到电视上剪辑出来就不一样了啊。就是我说大家看我，我说你们看台上，一看台上你们就啊，好快啊，就这种啊，明白了吧？那我呢？你也是同样，好不好？你也一样。我看台上也 对，你啊，好，兄弟们准备好没有？好，准备好，开始，音乐。I dreamed I was missing. 好，大家看我，看我，看台上，看台上，哇！一盘狗粮，惦记一盘血豆腐，解决纷争需要对症下药。有创意，有没有国际范儿？我喜欢。哎呀，美女国际范儿全有，全有是不是？哎呀，暮光之城狼人啊，吸血鬼血豆腐，狼人吃狗粮，这个好，这博客得答应着。谢谢你，就他了。好嘞，咱下回见。再见。你好，小董，来，请坐。哎，肖总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上次我给你托付你这个我们公司这个铁嗓子广告创意怎么样了？没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们做不到。好，但是要求还是有一点啊。哎，这个我要体验它的功效。没问题，跟别的喉宝不一样的功效。没问题，好吧，没问题。那咱们我想看看，好吧，兄弟们准备好了吗？上货。怎么了？最近嗓子不舒服，是不是出现了干呕的现象？啊，不要怕，请服用铁嗓子喉宝，排除干呕，叮，去咽炎，叮，还你一个好嗓子。只要吃了铁嗓子，怎么喊怎么有铁嗓子好。怎么样？满意吗？这我天天在电视上见到啊，这跟其他广告有区别吗？不是，你要的不就是广告吗？我要的是创新，是创意，让大家看见与众不同。没问题，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们做不到。对，给我一个让大家能记住的广告，兄弟们。怎么这么麻烦吗？看广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放心啊，你放心，我们得准备，对不对？兄弟们，我等会儿。兄弟们，第几个来了？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。今天对阵的是纳达尔对莎拉波娃，有请纳达尔。有请我们的莎拉波娃。
第一回合，预备，走。怎么了，波娃？没有嗓子，再好的球也接不着。来一个铁嗓子吧，再来。第二局开始。你以为吃了铁嗓子就能接住我的球吗？恭喜恭喜！吃了铁嗓子，怎么喊怎么有。好，接完了，怎么样？就他了，接完了，走，接完了。有创意，有创意。马总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谢谢小姐啊，谢谢二小姐。慢走，开车小心点，把表给你吧，你别挡死，小心一点啊，慢点啊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马总，马总，几点了？六点。哎，马总，那表为啥不带啊？对哈，带上啊。干嘛啊？给您修修边儿。得了，这个月工资扣了啊！别，马总，马总，那我这一年又白干了。你这一生都白干了。谢马总，谢马总。剪子不错，给我带一个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六点，你表不走字儿啊？不是，那媳妇儿都给你。
在吗？也是。完成了，明天早晨，要是不想去学，我给你们飞出去，飞出去。还行，我昨天量了一下，还比较好干 啊。我跟你说，哥几个，哥几个今天干活 啊。这活儿先喝酒，喝完了咱舒舒服服干了。修哥愿意跟你干活的，我跟你说，咱不能丢人啊。是是。我作为这黄大锤第56代传人啊，对吧？我必须得给他干好了，不能砸咱祖师爷的面。你放心，修哥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干成，装修给你装特漂亮。行啊，来，要不咱俩着就找我一人了就。没，还有那谁山子，山子也来啊？山子来，怎么着？谁进？哟，修哥，哎，山子来了。山子，来。咱今天干活，咱圆圆也在啊。啊，在，就咱仨。有我吧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山子要我说你就小心眼儿，上次怎么着，修哥啊？我们俩上次也接一私活，然后那个我就随便跟开玩笑，我说你姑娘哪样的，你不行，那也不灵啊，然后不乐意。哎，你有点小心眼儿啊你。什么装备？我们俩同班同学，他说我不灵。那他也不灵，他也是大专，你说人家呢？是我道歉了，小心眼儿。道什么歉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原谅不了你，我不喜欢你的画风，你知道吗？拿什么糖啊，山子？拿什么糖？什么大糖？能听我说一句，咱今儿啊，咱喝完酒，咱消消停停干活，干完活分钱，多爽啊，对吧？咱仨人包这活一点问题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活我干，我告诉你，修哥，我是完全凭着您的面子，你知道吗？行，给我一面子，给我一面子，好不好？我就是何老，好吧？来，坐这喝酒。行，没毛病。哎，坐呗。来，给然哥、山哥都倒上，好吧？哎呀。我跟你说，这房子呀，其实真不错。哎，咋样啊？这样啊，我表一态。行，那天呢是我说的不对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给修哥倒上酒。哎，行，主儿，哎，山子，啊，我给你倒上，咱俩这事儿算结了，行吗？我告诉你，然呀，以后资凡你给我的东西，我不要。来劲了吧？来什么劲啊？是不是来劲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瞧瞧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就来劲了？来劲了啊！就来劲了！来劲！我说，别吵！嘛去你啊？哎，这小子真行啊！干活，咱就三天。自己来吗？修哥，不好意思，昨天不懂事儿。你说这孩子一天天老跟我说，你俩也真是的，真行，把我一人晾着。这咱仨人活，我这棚顶全弄完了。哎呦，真快，修哥，你这厉害啊！要不你是工头呢？我跟你说，今天他来不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昨天也没影了。姐，
你这时候来了，墙是棚顶，我一人弄的。叔叔您真快。今天我少干点啊，你们赶紧把这墙都弄。没问题，待会儿这窗户先抱着。那我有点饿，我能先吃点东西吗，优哥？可以吃，酒但是昨天呢，剩点来吧。嗯。我跟你说，你俩就多余。明知道今儿能好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冲你，知道吗，优哥？我知道那意思，知道那意思。嗯，行，山子，你说你这，哎，你孩子一天天的，那什么，把酒哥给你加一花生米，行吗？给你加一花生米，让你赔不是了，行吗？我根本跟你说，庞然，什么东西资凡经你手，我就不要。直接扒了我多好啊！你干嘛夹过去？我乐意，我来劲啊！干嘛来劲啊？啊，是不是？是小孩，你别说那个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修哥，哎，修哥，修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去腿怎么着了？别提了，昨天不是闹吗？出去，嘿，这孙子过来扫伤腿，直接金鸡独立了。你看着这墙呗，这墙全我自己弄的，知道吗？修哥，待会儿剩下活都你俩的，我帮你一会儿烫防水，烫防水行，我给你烫一防水，一会儿。我这他下手也太狠了吧？金鸡独立嘛，这不是？谁进来？进来。山子，你看你把人腿，哎呦，眼睛怎么了？修哥，我告诉你，就庞然那孙子，昨儿我一出门，孙子跟我玩婴儿龙戏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给我摁了，我告诉你。婴儿龙戏珠。哎，孙子你在这吗？我告诉你，啊、没在那，没在那，没在那。孙子，这儿这儿，别别别，我告诉你，孙子，我不是他孙子。啊谁？我听我说，他那你那腿能好？他眼睛好不了了，下手那么黑呢？我没有，他自己后来又不是自己弄的，我不知道。我有病、啊！你念你啊！我自己抠的你。别你！哎，听我说，咱今天啊就差一点功夫了啊，咱把这棍子锯断，然后把那个墙上那个一钉好，咱就齐活了，知道吧？这谁来？今儿我来吧，今儿。要棍子哪儿了？你拉倒吧，你都看不着，你来吧。我，你拿什么灯啊？你拿那脚抬起来，灯要看。这灯不了，这灯不了。对，我来吧，这活全我干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要你们两个有什么用啊？整天就知道打架。折了，行，给我。那账怎么结吧？啊，账怎么结？结呗，该怎么结怎么结吧就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全是我一人干的。啊，就这么着，下回我告诉你，你俩别整这事儿，知道吗？修哥要你说你工头了，又是我们修的哥吗？这两张收据，你俩一人签一张，给他一张。真局，这是我的。你跟你说行、哎，我给你俩点钱啊。哎，这是。庞然然、嗯，我说没说吧？你给我任何东西我都不要，我说没说？就是本儿尊啊！哎呦，话都够倔强的嘿！不是你俩还有格呢？啊？他给你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呗？多、啊。这你俩供去，给他。给、嗯。我说没说我曹然然？啊？我说没说什么东西资金你手？咱说领钱，咱一块儿喝酒去吧，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走，咱喝酒去吧。走啊，你穿着我的。哎，这回你不扔了？不是，谁跟钱过不去？叔哥，叔哥，叔叔，谢谢您啊！活全我干的，你们俩都孙子，我告诉你。
大黄啊，山哥，谭彦辉。大黄，山哥，谭彦辉。我说大黄，山哥来。大黄，山哥，滚。你说吧，大黄。听说杰克回来了。你说的是那个冷血动物杀人不见血的杰克吗？你怕他？大山子，我不知道你怕不怕他，反正我是不怕的。我怎么会能怕杰克？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能弄死他。你说什么？最后三个字我没听太清楚。他回来，我弄死他。杰克在哪儿？杰克，大山子，杰克在这个酒吧里。大王，你怕杰克吗？我当然不怕他了，杰克那是我大哥，杰克那是我大哥呀！哎，对了，大山子，刚刚你不是说要弄死杰克吗？怎么可能？杰克是我的偶像，偶像，我要是见着杰克，我就给他跪下，跪下！我真瞧不起你们两个大男人，见都没见过杰克就怕成这样。大山子，你见到杰克要给他跪下，我只要听到他的枪声就给他跪下，给你跪下。大哥，大哥，枪法如神的大哥，我错了，你不是我大哥，你是我爸爸，爸爸，偶像，爸爸，别打了，大哥，咱们四个人怎么能怕杰克一把枪啊？对，咱们四个人跟他拼了！拼了！杰克，爸爸，好枪法！杰克，杰克。杰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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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枪手的杰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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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飞机的杰哥，自己的路，自己走。男的开了六枪都没打中，其实我就是杰克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镇子上的警长，撤，想要问你们几个问题，你们要如实回答。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叫杰克，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见过？好像有点印象。
见没见过到底？没见过。哎，兄长，这人不就是吗？胡说，这长得一点都不像，怎么可能？像不像？像。像不像？像。找杰克是吗？找杰克是吗？